呢個頂尖嘅小朋友之後嘅話，請留步嚇，一陣間咧影多張合照嘅。跟住有請陳卓朗。跟住有請黃澤之。跟住有請嘅就係林朗月，繼續有請戴康年，我們有請張榮欣，好了，一起坐車，一起拍張照片好嗎？我們有請鄭安琪小姐和我們台上的六位入圍決賽的小朋友一起拍張合照，不如我們站在這邊，大家都是啦，親密一點，親密一點，所以今天的參賽小朋友，所以最後的報告呢，真的，其實呢，好像阿Q說的，
咁啊，一聽第一首咧，其實已經唔好識好多。已經幾百斤啦，哇！唔識啫，成日我咁講，我都專家嚟嘅。咁喺啲專家，你仲要請一個專家中嘅專家嘅話，幾困難啊？咁所以嚟講咧，就其實咧就而家嘅我覺得就話，即係啲小朋友就非常之幸福，喺一個好好嘅平台裏邊，亦都可以咧就有咁好嘅音樂培養。咁其實咧就都有話咧，就香港各界咧，嗱咁將音樂嘅輸人出去。咁我希望咧，全香港咧繼續將呢個信息，或者將呢個氣氛咧，就帶俾全香港，繼續我哋嘅小朋友之間，特別我哋嘅成家人啊，令到我哋嘅音樂更加喺香港發揚光大。嗯，多謝曬。